盘点逼疯教练的天才学员。没进去，哭呢？好，立刻踩死，刹车踩死，立刻刹车，同时踩死。好，行，那个去办公室办退学吧。未扎安全带，考试结束，成绩不合格。十二车开始考试。十二车不要带了，开始考试。多打一枪。好，回正。很好。哎呦，我这个方向盘真回到你们手了，运筹帷幄，可二必破，看准点线，都挂了，教练。你怎么会是这样的问题啊？不是你说刚考保准，你的问题都能问你的方向盘。那我怎么会在这103题？这个男的给的微信是多少啊？你这叫什么？我觉得你是有点呆呆的，傻傻的。有你呆吗？有你傻吗？你快起步啊！我忘记挂什么档起步了，现在挂色档。你看到前面那个李教练没有？瞄准他，撞他。这不太好吧，教练？那当初为什么你撞我就好啊？找你错了，你走一点。你不要过来啊！这样乱，这样乱踩，那发动机被你搞坏掉，乱打发动机会搞坏掉的。是不是其他驾校派过来了？我的未来需要我做主，调整天的舞哎，好，小姐，啊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练个车，把大家叫过来干什么？我叫他帮我入一下库啊。这位学员叫科二五四郎，这位学员叫松下手刹，来，松下手刹，来，松下手刹，松。是我小学班主任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是我小学班主任。找我练车来了。教练，你站在库里面干嘛？这里安全。哎呦，练这么多天还这样子，哦，加速喽！哎呦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喂，开玩笑的，我，哎呀，真的是，哎，说两句嘛，是不是？都可以聊的呀。要跟教练闹脾气，是不是？啊，继续练着打。哎，有的，说实话也没事。先加速，奔跑在我画的地图。
翻开了无限不是我涂鸦的音符，我找到我的幸福，自由平等博爱我。